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呢？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一封很长的爱信，想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神。透过圣经，神要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爱，他要给我们很多祝福，他还应许要给我们很多美好的东西。透过圣经，神也想让我们知道，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完美和最好的计划。他还告诉我们，天堂是怎样的。天堂是我们的天家，非常漂亮的。有一天，我们会跟神非常开心和幸福的一起生活。还有啊，圣经还告诉我们胜过魔鬼仇敌的秘诀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有一天我们会和他一起坐在宝座上做王的。当我们多读圣经，就能更多的知道神是怎样的，也可以更了解关于神的事情，使我们都会更开心。我们读圣经时，可以一边读圣经，一边感谢神，还可以和他聊聊我们读的圣经内容，与神交流倾谈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信心就会大大的提升。我们会越来越开心，而且还会大大的胜利的。神啊，你给我长长的心，告诉我你深深的爱，大大的恩。神啊，你给我长长的心，照亮亮我的心。